美女。嗨，老板。哦，咋来着？嗯。啊。给我看看这。看，这。哎，这不是好年嘞？好年。老一辈穿也来了，反正穿好一年了。看那俺爷那老屋的阁楼。咦，金黄的嘛。上面就是那脏东西，我那摸，我看老好年了。哦，这摸了。我拿叫你看看是不是黄金的？咦，摸出来跟黄金。是俺太爷那一辈黄的。是，是问，这应该中华民国的那个铜币吧？我也不知道，这我自己摸的，你看我摸的。哦，多这一个呢？你先看这一个。这一个看着它是金的不是？应该不是金的，这门道以前老铜元。那它值钱不值钱啊？嗯，这量太大，现在这东西不是太值钱。不值钱，那你看我这嘞，你看有没有值钱的？有的。咦，不对，哎呦，挂，这。是咋的呀这？反正是。多少块？我这个箱子给你装来的。然后这个是我自己的家，磨。磨黄了。啊。看着跟黄金一样是吧？有大有小的，你看还不一样。乖乖了。哎，还有这，你看看龙的，你看，这得可值钱吧？上面有龙纹。哦，铜钱。哦，铜钱银，这不是银元，这是铜元。有银元吗？这里头。没有。哦，都是这样的。都是这样的，我翻。袋子里面倒出来的，这不是我盒子给你装来的吗？哦，这门道老铜钱。我怕太大点，让人家看见了，所以我用纸箱子弄来点。你好聪明啊！嗯，可以，不错。你晃几，这是老东西了，容易让人看见了。乖乖，这一把下去得有一斤，这都是铜元。嗯。这个东西是啥吧，美女？这是门道民国时期流通的一种货币。嗯。啊，咱这边拿来一个，闲了，你看一下。你看这上写的有，你看湖南省州，铜钱，然后20文，哎呀，这民国时期，这是不是有年头了吧？有点年头了，不过这个东西现在量大，这家伙不值钱。不值钱？你这也太多了吧？这有多少？这有几十斤呢？用？你反正搬着怪沉嘞。咦，还有铜钱里面啥都有，不赖。这个东西虽然不值钱，但是管留着当个物件，留着玩。那我说再晃了再穿几遍会没值钱。清代的这个铜元，这个东西量太大，值钱是不可能了。光绪元宝，这是。那我再晃着，再晃个几十年，晃给俺孩儿嘞，晃给俺孙儿嘞。这个东西咱都不清楚了，但是我唯一能告诉你的都是你这些东西，嗯，它既不是银子，也不是金子，这是铜嘞。为啥晃着弄嘞？铜了。黄老板，我说。好。我叫你看看是不是金子。好，过去呗。哎。咦，你保重了，弄了几十斤。